Yeah.
例如拜拜拜拜，好了，这个阶段回来了，为大家带来这个轻快的歌曲，希望呢大家都可以跟一些烦恼的事情说 goodbye。对，歌词的意思就是这样子，不要沉浸在悲伤当中。好，接下来我们来看看，咱们来做一首好听的成功版哈。Thank you.
快乐。我觉得在萤火虫围绕的情况下听这首歌曲一定是这样写的，所以假如你跟我一样没有去过香山，没有看过萤火虫，推荐大家可以赶快找个时间去一下。Thank you.
好，这个歌带来是我们很喜欢的法文歌曲《Comment Statique》，我们公认。
接下来我们来看有没有什么歌曲在赞颂爱情的美丽。不管晴天还是雨天，我们都要沉浸在爱河里面。好，来，我们来。
在舞台正中间的是黄瑞杰、杨平安哦，谢谢。这歌手结束你。